这天干净吗？黄瓜都不肯进。今天来看哈儿啊，清理到这儿不？清理了，明天早上弄去卖。隔些隔些的清理到两条。哎呀，这好多都成了浆汁了。这一条要打理。哎呀，太稳了，可以搞点绳子了。来一根，嘿，在这了，绳子都不是合身，这了。我是就得两根了。不是啊，那黄瓜推进的。get 哎，我的手不得。哎呦，六角。江家都说五角，开涨价。江头好多没得两个。江头说也没法喽。有的，他自己卖。真的好多嘛，看到嘛就也还卖不回去了嘛。两层安撑的，一层安打不起的。我不改了，有。打了。二十五斤够吃够没？真的好多。2.5块不成了。不得呀。我就给你12块，嗯，我额外还加了个5角的，我看有没得。六角都有了，都有，我就喊了30块，也就差不多。你接着说呀，王总。对的。可以，7块。好的。你几点半？搞几搞呗？两瓶两万的是，我也搞了。哎，3块吧。我来扣来扣啊，是。哦，三万。哦，便宜花销，真的。嗯，老子我打的石头。啊，铜板。啊，铜板疼才好卖。装在这，不要浪费口袋。好的。给杨先生也是个5斤。5斤啊。啊，我有人要，你差5斤。12块钱呀。一把。3块8，我给他。我好多。8块钱，9块钱，哦，9块钱，10、12、13、14，怎么？少了嘛？干到了又说开水，哎呀，刚巧我卖了好斤的3块钱。对了，还有一斤没得好，哎呦，哟，刚好一斤旺旺多的，看不看成喽？能把多少斤成喽？行，好一斤嘛？2块，2块都不多。我棒棒的卖。3块，买嘛，2块，我那要3斤，2斤3斤。别吵着了，咱老公一直等着吵，我买两毛。你多少斤肉啊？3块吧。你还有那么忙？我还发家。好了，那咱家又不补。像我2斤装2斤嘛，反正两不都差不多。我装什么？5块，一个7块，7块。你老忙我喽。哎呀，对。那水果老忙都有心吧？这还不是土头的，土头都晒晒干了，那收成的了。挑挑棒棒的好卖的，别个没好面的。我们有金吧，金吧谁也有。我们可以吹。要回去了，不卖了，哎呀，还骂娘吧。